Okay. Very good. Okay. 差一个枪口补偿机。OK，有了。42名敌人，这把他们落地没怎么钢枪。 686好多了，知道吧？来了！我操了，四个人！ 这剑完成一传四，帅不帅？非常快的解决战斗啊，也就那么几秒钟吧，15秒一队。 没有三级包啊，轻松搞定。看我躲这个位置多好，哈哈。由于卡窗喷了一下，那个属实是有点帅。空投来了。 这就完成一穿三，帅呀！拿下空投步就行。我靠，这边差点走不了了，差点折在这里。
走吧。再次出往中一点，刚才那个不是中心点了，换个点。直接晚上单人400经济，我这九杀帅呀、啊！毁灭者虽然猛，但是发挥不稳，容易出事儿。你能懂我意思吗？就他有的时候虽然猛，但是呢，他有的时候很垃圾。这个时候你垃圾的话，单人四排，只要你垃圾一次，瞬间小命没了。失误率也高，这谁敢来的话，直接在房顶上阴他。冒烟了，去！这个房顶不丝滑，有坎呢。带毒鞭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动了，也可以直接扎中心点。其实，直接过去吧，直接去这个学校吧，因为早晚要走。早得过，这那里边有人，他扎这边。大学校主楼里边有一队。扎这就行，去这个二楼。拍这儿不错啊，谁来谁洗，来，我们等缩圈吧。我这个位置比主楼更加清晰的感觉，主楼那边附近有人没法走。27名敌人，这把人有点多啊。来，还有44秒说读啊！这个时候兄弟们可以去加屏幕上面的微信啊，
刚才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得亏来这了。没人敢来中心点吗？都是附近的打。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，这边有人。没有车敢扎我。 AWM， 来车了，要扎我，来了，别眨眼，别呼吸，就一个，还得有用。 为什么一直可以聊？因为我有一连，把尿打满，知道吧？填个饮料去。 没必要点。大哥，这个窗户打的，我靠！ 又是同心圆，学校一会儿都要过来了，15米地了，就是那个祭坛那边，然后右边有一堆，右边那个厕所这边有一堆 AWM 的那边，我们要面对的是这边的人，这个大仓要过来的，就刚才打我们的那个。
这围墙有人，355的围墙，来刷圈！哦，他们还在圈，法力被围一个。 找两个队友呢？靠，想摸我，直接干掉！啊，去你的！ 这么安静啊！还有7名敌人，我靠！这圈刷的其实也算不错，一会儿我到那个房上就行了。而他们的话，就要经过我这道防线，看他们能不能突破吧。祝他们好运。 我提前到这个房子会被攻，提前的吧。 这有个窗口。
都在上边，那就我就有点不好打了。下边的话，啥多点儿，然后上边他们自己也打。牛不牛逼的嘞？ 这雷丢的，神雷！游戏叫我雷王吧？完了，下圈怎么办？六门敌人嘞！ 世界大家第二次盘竞技模式决赛圈1v6，19杀射击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的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帅呀！小六兄弟们，兄弟们！
一线一为四，一对四个丝毫不慌，先扔烟，各种丢伞啊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？把那两个人打到公屏上面，冠军！给兄弟们再送波福利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这个微信啊，回复“福利”两个字，任何人可以免费领取福利啊！买号卖号，然后呢，提高帧数，加屏幕上边微信啊！主要还是人人可以免费领个福利，既能看到完美的吃鸡，还能领到完美的奖品啊！太帅了，兄弟们！丝滑的一批。简直了、哦！开挂都打不出这样的操作，给兄弟们讲一下，哪有开挂这么流畅的？这其实绝对是一 v 六，看到没？就这边两个人，然后山上四个人，那一瞬间其实呢都在对着我，但是呢我其实最猛的还是直接把这个人秒了，这是最猛的一波，瞬间把他给秒了，打后边这个人瞬间秒，这个是最牛逼的。就这一下最牛逼的，不咋还给爆头了。不秒这个的话，其实很难操作。然后这波山上有两个枪线，你知道吧？我这边还不好过，没法过，你知道吧？这边很难受了，风铃牙就得上了。急必要空手啊，拿枪还不行。很好，好，秒掉两个之后，我就知道要一 v 四了，因为这山上的话半天没响了，半天没下来，我还以为不是一 v 四呢。从这个人的包里拉了两个伞进来，然后想准备卡视野，但是对面雷太会玩了，压了两个雷，知道吧？我赶紧跑。好，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劣势了，按理说就已经死了，但是我有烟，封了两个烟，堵住后门，打前门就行了，因为他们可以从后门出进啊。好的，开门还不进来，很会玩。好的，找到第二次关键。OK， 这个时候有一个失误点啊，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一个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。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失误，白到了，但是没打中，全没打中。这个时候我就已经劣势了，我就感觉要完蛋，只能追人了。这其实都是有烟的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他们会赶过来帮忙。好的，第四个人骗雷，这个时候我要冲过去，他也不会冲过来，他搁这卡位。一个白，最后一个白解决了他，这个白非常关键，白了之后我就有优势了，直接给他白到了，白瞎了，看到没？白瞎了，这个是。好，最后一个他也不出来，看到没？也非常会玩，但是我看到他枪了，骗雷，用烟雾弹拔环的声音骗他出来，知道吧？先上子弹，然后再骗雷，拉出身位一下，假装骗一下，让他看到我的拔雷，加上拔雷的声音，瞬间收回来拿喷子，他绝对要出来打我，因为他认为我在丢东西，他绝对要打我那一下。结果其实我没丢，准备喷他，一枪两枪都不用开，直接拿下本场的冠军，帅的一批，别说了。感谢小师的飞机啊，谢谢。那肯定得幼稚杯呀、啊，马飞，继续，兄弟们。这把沙漠的话我们还没钻沙过，裤子给我。
六四七不是25吗？上马上了17个，兄弟们，这把30个起步啊！就赌场就完了，还能赌还能抢过我们咋的？这个这儿我没枪，我下来了。我他妈捡了他90万。楼上倒了三个。你们人哪去了？我操！楼上倒三个，你们人都跑了。我拉了他90发子弹，没拿到枪。哦。那人他们端了个16，他没枪，没子弹。你们这想象力都不停啊！完了，人头都够抢了，我擦！好，抢了我一个，先干他吧，他抢我人头，走。干，先干了老周，走。我就一把枪。无所谓了都。等我打饮料，打满了，全他妈16啊，在里面，操！我也是16啊 ，DBS 还不够啊。操！有人在隔层。上！我先来，怕你们不行。是他吗？他 ID？ 不知道。我知道。是他没哪还他妈哪有人嘞？走吧，快！冲冲冲！高鹏雷，小美雷，我看他捏了一下，我以为他不会爆呢，但死前爆了个雷，看到了吗？操了！哎！举报了啊！举报了啊！不服队友，不服队友，真不好啊！不幼稚啊！服他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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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
哎呀，我们倒了呀！陈军晚还有呢。哦，大菠萝来了，兄弟们！一号是柚子啊，三号是副队长皮皮啊。 这把倒的有点频繁，不会我们都在一起。蓝龙也没了，红龙也没了，纯光也没了，没人了。噔噔噔噔噔，拿两种子弹啊，兄弟们！ 两种枪啊！休整一波吧。快，人多着呢，快快快，走走走！别急，别急，别先上把样石了。 我们不要死，那是机油的打不对，走，走走走走，我开车，这图我开车，你俩枪，我懵的。电厂绝对有人啊！我都听见了。苏克布利。 八六大板，前面烂尾了，可以直接撞，过程中我可以，但两队人就可以滑。 哎，对面倒了一个没死，七十没死的，对，七十没死完，应该在那个烂尾楼。我脸上一个，别管他呀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过就行了，那倒了。出去，别跟我在一起。 就他一个了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山脚下，知道吗？这儿，拦着。对，刚才是有一队，别急，小包吧。我试倒了，我操！不过现在好像被打倒，好像不会掉血那么快了。 试到了个屁了！
他被吉利服了，刚刚。 山顶，顶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不要点这个位置。哎呀，打我！两个以上。两个。过不去呀，这怎么过呀这？我可以架。我好像。咱仨一起冲德了，我就拉。 走，柚子，两个都在顶上，都在顶上，看到我们的，好像就他俩，嗯，看到你俩的，知道的，上头，九八 K， 跳里跳，另一个残血，另一个打上药了，一枪都死，床头那个一枪头，两人，我就炸他。 炸的位置，耶，过不去。我架九八 K， 顶敌人了，来嘛！哎，好，火力压这都不敢露头了，妈的，敢露头？操了！OK， 这个空投得捡，火力全开，662，兄弟们已经杀了16个了，兄弟们，过瘾呀！我来二号位，我来二号位。你敢坐后面不完了？我二号位离得近，知道吧？大菠萝必须得近点。 节奏必须快呀！我们三个可是顶级高手，一般人做不到这么快，知道吧？看起来节奏很快，是不是？哗哗哗哗哗干，就我们不需要沟通，干就完了。稳点是不可能的。没捡，讲就停这坡打吧。 走，继续，这不能停，这不能停，顶过去啊！走，停仓右边，然后正好上房得了。撞开，撞开，没来撞开啊！撞开。 来后面呢，你往哪儿瞅呢？这柚子，你往哪儿瞅呢？谁知道人家呢？<笑>自己单挑打不过，还往哪儿瞅呢？什么玩意儿？我他妈不知道人在哪儿啊，兄弟们！我寻思你过来都死。自己他妈单挑打不过啊！我还吸引火力，真拉呀，这个死丫头！我没血，你个逼！ 他妈嘴硬啊！这个死丫，人家打我，让你去偷人家，没偷着，还不知道人在哪儿。要打我，打我别，你不也是单挑吗？就是拉。不行，没血嘞。走！快点！走！
飞机又来了，干他呀！不干他，他在顶上呢，就是狙他，狙他，他没空狙他，顶上。看他几个人，下去了，现在下去了，顶上没人了，好像。 这是完成三村赛，不是牛不溜呗，兄弟们。太帅了，兄弟们。走走走，空投，来车了，挂上。挂挂挂挂挂，小心这个。树树停了树。有问题，下降。倒一个，就一个，还有一个往左了，往左了。没救，没救。 两个，两个了，接着是，还有两米地人，快，我知道那两个在哪，快，走走走，上上上上走走走，又毒死了一个，哎，那他妈的那人都滞雷了，快点的吧，三打一了，找到他。 目前直接完成单人试牌，保底亚军，兄弟们，竞技模式保底亚军。阶段式剩一个人，全杀了，兄弟们，别急，直接阶段式直接吃鸡，他妈省事儿了，十几分钟吃鸡，本来要30分钟的。 应该是右边，这里边，这边吧，这边没找到。他害怕了，兄弟们，他直接把自己给毒死了，我操！都杀了几个？ 这边的，这阶完成三人试牌竞技模式，叱咤世界。一会儿出去看总击杀，兄弃们，我们是什么玩了？我们是冠军，人家不打了，对面都不敢打了，直接自杀了，知道吧？知道我们多猛了，直接自杀了，<笑>他们害怕了，直接弃权。 世阶段之剑，我们是冠军，兄弟们可以。
那一堆车，这本来也是应该去兜去找车的，知道吧？你跑那个去干啥呢？跑也跑没车快呢。哎。感谢他爸爸的办卡。 三个锅王，我有了，最后那个人可以给他锅食。我的意思三个甩锅王，哈哈哈哈哈。哦，甩锅王啊，大甩锅王啊，这是这，右子本来就这么能甩，还是跟你学的呀？啊？<笑>他本来就能甩。 走走走！这边人多，跳爬拉车，跳爬拉车比中心点人多。武林三大高手到齐，兄弟们！ 开语啊，开语！可以巴沙吗，兄弟们？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伴随命，别流泪，三思更不应舍弃，我愿能。 行，跳中间也行。 他有人，中间老多人了。这个头就得玩大菠萝，有大菠萝吗？有，我这有。对，这头必须玩大菠萝，不知道为啥。 等会儿我别急，你们仨光有啥用啊？来来，等我。大菠萝在哪儿呢？那个炮楼上，蓝标那个。不吃，打走，来留着。操！大菠萝呢？ 副队长，恶龙啊！在那个三楼啊，在那个三标啊。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，哪有人呢？大胆一点！到你们了，到你们了！哎，355，还有一个三百五十五，上面，那上面那个桶子后面，两个，在炸我呢！ 这个贼残，一枪支。咋样？右边。趴地上。我的妈！帅，一个。哈哈哈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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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了。天杀！我们是爬拉车霸主。
瞬间结束战斗，清空战场。怎么整点枪玩玩？我靠，这枪这扔地上会发光，兄弟们，真神奇！我想回去捡那大菠萝了。地上2个雷，我这儿。 包里2雷，我去开车。空投来了。哇！走啊走啊！靠，连发枪都找不着。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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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这小子跟那边能飞过来，跟这边飞不过去，看到没？这边怎么能往上飞呀？往下飞可以。好了吗？那个车吗？车？不是，有房子还有一个，高楼还有一个，给你标点啊，就标点高楼。会啥的摸过去。 过不去了，走吧走吧，副队长。走啊！别干他了，他妈躲在里边了。没车了。没事，我们来接你。你听到脚步了？ 我俩直接扎过去，得了。二楼，一楼中间门。来，又来一个，都是队友，来了。 龙爬，龙爬！还有俩，进房了，把他冲了。差雷了。
你扎到那个在哪儿啊？扶人的吧？冲的，三冲二还不能冲啊？我小心！啊？哦，直接完成三穿四，兄弟们，帅耶！看咱这咱们这四排打的就是干净利落，杀人就完了，知道吧，兄弟们？ 过来了，走吧，走啊走啊走啊，这三个人也得够甜，我估计。走啊走啊，爆三个三叶头，这一个空投，哎呦，老得劲儿了，我不要钱啊！ 差不多了，二宝一打法，飞也，完了，副队长，没人，开铁，开铁。 M G 三柚子，狗都不玩，你玩吧。我操，两把 M G 三，我也来一把。箱子里面有 M G 三，两把。哎，里边有针呢。 走吧走吧，没发现啥好货呀！直接咱们冲往中心点，去这也一样 ，timing 那，timing 右边防区，这个防区看看，闪吧一下，全程找人了啊！ 一起走，一起走，一起开车，一起找人，妈的，撞他就完了，哈哈哈。移避着啊，兄弟们，见人先移避着。OK OK。 副队长标的路线很好，我操，下好枪！走啊走啊，这还找个屁！这不就召唤我们了？一支穿越剑，三大高手来相见，呵呵呵。看着啊，这队人必死无疑，看他们怎么使的。 在哪儿打的呀？他真是在野外打的，没有一个防区啊，兄弟们，一边来就完了。打起来了，算了算了，慢点。打起来了就算了。哦，那两个小房子，前面那两个小房子呢？这个。
哎，可以到我标点那个位置，到我标点那个位置，不要从右边打，从左边打吧。右边有人。 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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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！骑兵掩护，步兵冲！好，上边死了，找上边的，你上边那个仓，对。有人！还有！没死完，没死完。 全杀全杀！空投空投，坐下来了。你补的那个呢？我捡个子弹。来车了，来车了，来车了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追追追追！上上上上，右的。我脸上有人。前后夹击，我操！ 后边还有一个，后边还有一个。我炸死了！我一连三响啊！后边还有一队，树还有一个，一个一个过来了，围墙。哈哈，我得长嗝屁了啊，兄弟们！ 他妈的，跟人家对手，人家大菠萝。石头他妈四个人，你跟他是死对墙，你怎么敢呀你？四个，我下车的才他妈。浪人，真浪。干啥？一个。别急呀，招车，移他去。移他，我搁这等他，咱一起上。招车。 独木出击，好了吧？中了，就是我俩人。收到，收到。来了！我操，这人怎么那么多呀？ 带我吧！大混战，我操！995了，23了。走。捡包啊，捡包啊！别走了，捡包捡包。我们已经扫了一个了。 哇，杀的我好累呀！我操啊，兄弟们，这石头我最后那个人是我杀的，我还给他一雷，我还拿了人头呢，没死完。来这，来这，趴手了。后边还有一个。 撞我，不敢趴呀！没子弹了都，剩了一点的奖励啊，还能捡个屁？我们都满配了。这就是默契。有多少子弹了？ 过来了。
哪有人啊？哪有人？哪有人？蓝箱子，摸到这蓝箱子，救人的！那是箱子吧？那个？可以雷。这个？对对对，棚那个棚，骨墩儿。别急，救人就救吧，这没人太多了，受不了了。这棚得架着吧，我去了。 我先掏他屁股，哈哈，哎，老有意思了。 过来，来我这儿。你先在这远点狙击吧。倒了，来倒了，标点。你旁边，这儿蓝标倒了，蓝标倒了。哎，人头被 K 了，你们俩的。没有，没被K，没掏助攻啊。过来，我来试个，我来炸你吧，你。 到了，慢慢打，我打药。好，倒三个，最后一个。在这，今天干了。来，一起一的，我上子弹，3秒钟上车。我也在换，错的。 这儿，后边，草里，粘都给他粘死，上面左边。OK， 直接拿下2出4，兄弟们。<笑><笑>赶紧去，打起来了，快点！走走走走走走。35上，29招了，我操！ 35上，你有车吗？有车吗？哎呦，爆了！全是残边。走走走。后面两个山上几个山上四个。飞车怎么上哎？这里有人，有车吗？11、13、5等于多少，兄弟们？11、13、5等于多少？这有车，他这有车。可以开吗？这个车可以。兄弟，还有。11、13、5加一下直播间的铁子们。29招了。 人呢？哎，爆点子弹。嗯，来点填包吧，补给一下。这个图太爽了，因为这个图车快，你知道吧？哈哈哈，这少不了被别人少不了我们的车。 这里两个，防区四个，横穿，哪儿？没了，划线。中间点防区。那两个肯定在这儿呢，肯定在这儿呢，就那个反斜，我划线反斜，两个人。然后山上可能是四个。我去周边看看。带我来。有车吗？我没来啊。哦，那啊，哦，还有一个吗？那儿。 OK， 你到这儿看看，你往那边瞅，看到没？两个呢，他们这两个人，打他呀！兄弟，别给个标，给个标，蓝线铺地了，干他得了，以他得了，弟弟，能不能赢？走啊！
在哪儿呢？标点啊，来个点儿。蓝线，蓝线，蓝线。这沼泽地里头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两个，两个。在他妈哪儿呢？刚才开过来，开过来的位置有一个。柚子开过来，开车了，开车了，开车了。借我，没油了。就没油了。我说我怎么要撞他，撞开不掉。拐过来撞他，这个人也不行。空了，他停哪儿了？那不是车吗？就是这个吗？报废。前面，前面，开开开开。你他呀，打他呀！你这远打不到。哎，不能停，不能停，不能停。不行，不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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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搞了，不能乱搞了。去刚才杀人的位置可以。还打四，还打四。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脸上有两个。拿到左边那个位置好了，卡车。左边有人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吧？我们一起去，你去不？我在左边。肯定有老六，柚子。过后吧，不能再卡之后。好，四名敌人，边上也没武器。七个手榴弹。不敢过去。别着急，就是原地等待。到了地上一趴都看不见，怎么打？左边人的，你往右边走走呗，陈子。我听到他了。树那里，往左跑了，跑了，跑了。猫都看不见。你看着他了。你往右去应该能偷一个的，对。你去帮他得了啊，伏地魔哦！打不到啊！操！打到了，不想打头、啊，死了。杜郎，应该你脸上三个，真的。我就不应该打头，就打两个起步的，他脸上。会爬上去吗？妈我的天！哦，在隔壁的一个，有一个，没听到他，听不到他。哦！几杀呀？我操 ！PBS 杀五个，我杀你也是五个。对，十五加十五加五等于说三十四拍五十杀世界，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！我操，全场杀了五十个，兄弟们，一共六十个人杀了五十个，什么概念？我们是什么玩的？帅呀！太他妈牛逼了，对吧？五十杀世界，我靠！全网最高击杀，从头杀到尾，视角盛宴。给兄弟们送波福利啊！现在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，回复福利两个字，免费领取福利啊！任何人只要你加微信，就可以免费领到福利啊！有可能是加油器，有可能是皮肤，有可能是那玩意儿，有可能你懂得都懂啊！加微信领就完事了啊！兄弟们，我们是冠军，太牛逼了！给你们看看结算的画面啊，来1500伤害，1500伤害加500伤害，
太牛逼了，哥，哥太牛逼。柚子呢？进来啊！又是尿尿去了吧？打街机就没啥意思了，打街机本来就没啥意思。我们上个先磨合磨合，别急，兄弟们，先磨合磨合，然后再整新活，还没磨合好呢。这把有意思了，兄弟们，学区房。今天我这还一把没打过呢。喂，你俩换哈？登是啥？不需要换，照杀。这个死的太快了。换一个，他们都不打架，老好玩了。一样的，没有妹子那你自己找妹子去了。过两天开个陪玩店啊，来我店里点陪玩。走。高一吗？高一呗，上个月还不高一？行呀，不是有你在吗？我们就随意一点啦。没枪，有枪有一把。其他人呢？没看，我在盯这个地方。走，这边我没有，我去那下边，去那下边，这边没有，去那下边。哎，右边有，这个都有。过来给我，刀，过来给我，过来给我，过来给我。耶，丢脸，里边呢。还有车二，车二是什么玩意儿的？就是前面那个，他去了，就这楼梯口。别急别急，等我。妈的，连个助攻都没拿着的都。兄弟们，这我这么补人正补着呢，我先拿个助攻吧。
一啪嚓全死了，兄弟，连个助攻都没拿着啊！没事没事，有的是。走吧走吧走吧。阿唐有人想枪了，走。手没劲了，我操，兄弟们，按不动了。哇、哦！没事，明天再来。反正这两天下雨，出去。你出去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面见哪个粉丝去了？啊？吃饭呀。出去吃。过年出去吃饭。过年了嘛，跟亲朋好友天天那啥嘛，聚聚，知道吧？我操！你不自闭男孩吗？你还有朋友？这可拍你了！拍你了！给你他妈一刀头！给你来一刀！阿叔，你这不行啊！谁敢当你朋友？你那背后插刀，我操！捅刀子你！空头来了。就后头吧，去拿那个车得了，去拿右边车得了。掉了。穿仓早日乱杀。现在开始，从这个空投作为起点。左边有人啊，先去捡空投，不管他。别露头，别露头，要他以为这车里没啥人，后面有个车跟着呢，别露头，别露头。他车上反正有人露头，我看到了。天天，我就阴他，你们天。他要移我们。哦，上海还有一个，没了，不是两辆车吗？下个送人头。哎，这三个人都我杀的，舒服了，兄弟们。啊，两把步枪这就是好啊，这把打完换那把。子弹呀，走。换 M4 吧，两万。给你，弟弟，给你100吧。外城这边，绝对有。外城 S 城绝对有人，去 S 城。外城 S 城。外城有人，他不来捡空投啊？当然看不着这些人。你去 P 城靠谱。我三个。开装甲车，那个不能开。
操，没人呐，感觉没被开过。赌场，靶场。就得去 P 城。没跳这跳尾部了，他们。我靠，这发现麦里都没人，我这的航线上真不行啊。那我估计在这边了，地图就这么大点，他们不可能找不着的。OK， 停车。就有队友，嫂子。打打打打，继续打，没来打停。特别我们车快。中的。走走走走，干他！哎，那三个都没补啊！我操！防御了，他去打防御了。别！不停！你俩别在一边啊！我操！没子弹了！快！狗脸！你俩咋还去一边了？我靠！真是那个。防区那个。在前面没动。对呀、啊。就那个在一边的。为什么？就打不到他了呀。轮杀就完了。哎呀，对面真是倒了霉了。走，进回防区吗？找人啊！爆仨了吗？我爆了好像。我那也爆一个。爆了好像没爆。
推土技，知道吧？见人杀人，见神杀神。是我们见到一队车是最兴奋的。三个单人四排的组队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带新队们体验一下。我这种游戏队长拿，我不要啊，你拿。我有了，我有了。那你俩找找找我找 我来。有油吗？外城中间拿护照，还不到吧？还得到，划也划过去了。哎，这是人吗？这是？这边不有互刷汽油吗？上面。互刷汽油。外城安全。哪不敢去？有人就把他干掉，拿他的钱。嗯，下面房区好像就想下。有车吗？有车，有车。我操！我扫下来三个，妈的！看咱这扫车牛不牛逼，兄弟们？这四个人一车，他们也来找工头的，估计是。实在是太惨了，哥太惨了。还有二十名敌人，没去杀二十名。啊，十名敌人，不够杀，不够杀。追他！滑到这个冒烟这个地方，进这个仓里面，仓里面绝对有人。哎，把警察局出了，来来，跟我走。隔壁，打完了吗？你们就一个，是的。快点，那边。
哎，你这边不去聊。对对对对对。枪在手，跟我走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！杀主播，想跳楼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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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我下枪，过飞天楼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别急，别急，别急。干一杯，飞天楼是吧？好的，准备好了吧？开团！呀，哎，你他妈不怕死的？好了好了，打打药打药，打绷带吧，打绷带吧。飞天楼吧。打外边吧。右边这个，右边这个，右边这个好打。马路，马路，冲！啊，冲了，兄弟们！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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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没事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外层出来了，你往前压吧，进圈进圈，走。我操，这能打！这怎么少倒的？都进草了。别点，别点，别点！吉普车那里有人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撤！三级头。三米点儿。还有四个，四个。我扔雷，我扔雷，架着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在那边。死死死！奈斯啊！还有一个。最后一名敌人，拍他。暂时七杀了，啊！我操，11+11+15，目前多少杀了，兄弟们？55个了，已经。OK， 直接完成，三人四排，56杀时间，我们是什么玩意儿了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。56杀时间，一共60个人，杀了56个，牛不牛逼？笑料早一把，欢呼起来好吗，兄弟们？我们是冠军，帅呀！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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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哎，兄弟们，大家现在加屏幕上面微信，给兄弟们送波福利啊！回复福利两个字，有可能给你发个加速器，有可能给你发个皮肤，还有可能给你发个那玩意儿啊！任何人加屏幕上边的微信，回复福利即可免费领取奖品。大家都加爆一下微信，好吧？加微信也算是对我们的支持。我们是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干倒了五个人，没啥用。已经很棒了，兄弟们。没喷子，近战得换弹。哎，不拿大狙了，狗都不玩的。Peter，来皇城 PK， 好了，直接 P 完了。龙狮城是什么玩意儿了啊？龙狮城是什么玩意儿呢啊？哎，突然发现我这个锡纸烫也是蛮帅的，早知道大号不卖了。找着大号就留着了，还有金夹克。突然，因为我以前没有觉得有好的发型，我就喜欢绿头。我突然今天一发现，我之前也有这个锡纸烫啊，坤坤的这个发型也好帅呀，是不是？也有点帅。人都是这样，直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。拥有的时候并不觉得好。是你太美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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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走，直接送往中心点。直接冲往空特步机下，这航线其实应该去这儿的，但我前期太干了，走。哎，空投来了。OK， 空投砸脸，兄弟们。属于直接砸脸的，来，直接给我来把狗砸就行了，宝贝儿。上把就因为 AK， 哎呀，又他妈来这玩意了，这咋办？你这拿着大狙近战就缺一个近战武器，你总不能不拿吧？又是上把的组合，必死组合，我看着就烦。等把搬运也行啊，近战就无敌了，我上把多难受。很难取舍呀。不是说子弹丢哪儿的问题，知道吧？是我也想玩的问题。跟子弹丢哪儿不发生关系。还是省略的一圈，而且谁都拒绝不了大狙一发一个的快闪，原点拿人头一流。
这有个 M 二十九。我操！你咋不碾死我呢？一下子把我碾死。这电池往重一点，主播招心爱小蛇背刺压我脚上来，这个地方有人打橡枪，我估计也是四个人那啥。我操，差零点一秒把他干倒，就给他补了。操了，这队必须嘎了。我操！我一枪打他脑瓜子，我一枪打他身子就没了，这合理吗？打脑瓜子我可以理解，打身体呢？打身体。